猫小帅手工折纸。嗨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折一只鱼。准备好正方形的纸，我们要开始啦。首先把折纸的两条边对折，再打开，然后以刚刚的折痕为标准，将两条边再次对折。接着旋转折纸并对折，再打开，以刚刚的折痕为标准，将两条边再次对折并打开，然后把折纸按照视频中的样子打开，沿着中间的折痕按压出一条痕迹。两边都折好之后，将折痕压实，另外一边也一样哦。旋转折纸，按照视频的样子折出鱼的尾巴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折出尾巴。最后按照视频的样子折出两个鱼鳍，一只漂亮的鱼就折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不要走开哟。